口碑。现在几点？早上4:22，我们是不是早起人？我们是，我们绝对不晚睡，我们宁愿早起。啊？你觉得呢？看起来像有啊。1:00传讯息给我，10:00就睡了。我1:00还在看睡，靠腰。你是喝咖啡？我加大。都是吧，像工厂就比较没有那么昏昏沉沉。对，而且如果看到第一道阳光，会觉得心情很好。哇，我还没看过日出哎，鱼肚白。哎，我爸说鱼肚白是什么？今天没日出，鱼肚白。那我们在干嘛？不知道，我也是4小时之前才知道。我们就是为了日出而来啊！我们也看天慢慢亮。我爸昨天有给我们他的爱，一人一个。是放在狗身上的吗？头灯哦，这头我以为是遛狗的时候，在我爸妈身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很厉害，这样就是找底线。哎，好强哦，猫咪追追追！好，我赶时间了啦。但我第一次从这个入口进去，哦，真的假的？之前我妈很常带我来。那边还有虫鸣鸟叫，这边不用放 BGM 了。我要从这边光明院，他来之前他给我查了一个很怪的东西。哎，可没有最厉害的喝中白。哎，那个我都不知道哎。我今天带空的水壶来装。到了啊，你确定它现在有亮？有吗？哎，但我看到喝中白。秘密景点喝中白，哎，还有盲人点字哎，哎，还有热水哎。我早上不喝冰的。我看到 Google Map 上说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七彩观音可以放那个池子，这可以许愿。不知道，不知道能不能许愿，但我觉得很可爱，好像关了。我怕野狗会冲出来，那我先拿棒子打它。又来，你打肉饼，没用啊，穿个掉。1年前、2年前，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情。不，他们应该是被关在里面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不要再过去了，不要惹那些。他们不在里面啊！出来，过来啦！啊，这样我们看不到我们那个莲花哎。好了，我们就放 Google 的照片看了，线上祈福啊。哈，哎，这边它有好多地方哎，他们还有青山步道和通北街，我们现在往青山步道走。对，青山步道，而且你知道这座山可以通很多地方。什么意思？它可以往大直，也可以圆山，然后也可以直接到那个圆山美术馆，还有圆山大饭店。所以你妈小时候很常带你来。对啊，还是你妈其实在跑路？没有啦，我妈是有正当工作，而且上面有一个那个那个健身房。这边完全是黑的哎，我们有头灯啊。啊，我有点害怕。不会啦，我都还没吓你嘞。你不要靠我呀！哎，我不要。不会，我不会吓你。再等一下。好，那你要等几下？等一下我们就看到日出了。但还是等，可以等日出吗？不行，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想清楚，我们到底。我们用手电筒。靠，这里来，你用这个来照，你把头灯关起来。你看我，来，你看你的光，你来看你的光，至少有人找可以找到我吧？杀手屁光了，只要你看，真的在亮啊！回来了，哎，真的好暗哦。回来了，走啦，不要，现在4:30，我们5点一定要到上面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好，那我冲了，哎，那我不要，哎，欧亚德，那我下去了，欧亚德。回来，快点啦，陪我，快一点，回来啦，来陪我一下嘛，好呀，你的一下都很久，快一点，好恐怖，我没有头灯啊，我们一起照地板就很亮啦、啊，那我们等最后等天再亮一点点，怎么亮一点？我们不是要看鱼肚白，要把荧光棒拿出来，我帮你加油打气，哒哒，哎，很怀念哎、欸，秘密武器，荧光。全新的，以前我拿到这个都好珍惜、欸。我也是，好爽、喔，以前都只折一根哎、欸，全部是这一盒也没多贵，多少钱？那100多块。看那些大人还在那边一人发一支，要那个乖才能领一支。对，小孩真的很好骗哎、欸。你知道我以前在家里如果想尿尿的话，我都要等到4点。过到5点那瞬间，我才敢冲出房间。你怕有人问你要按红色还是按蓝色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厕所会有手窜出来。哎，你很靠腰，你很靠腰。
手。我不要怕，我真的很会啊。他放你包包里，借放我不要理你。帮我喝完。我这一集我要改天妆，你就在这边甩，我 DJ 还留给你。Flower 好麻烦。哎、欸，这是村上龙，村上龙、欸、真的很漂亮，很美。那我们可以多折几个。好啊。哎、欸，蓝色没嘞。无所谓。财富自由的味道。哇，你也是真的。这是我小时候一直想做的。你是这样想啦、啊？我就会怕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不能看天渐渐，我们在这边看嘛。我才不要嘞、欸，已经真的看白了啦。有一个阿伯，很奇怪啦。啊，我们看起来像吸毒。吸毒还会买荧光棒，我把钱拿去买毒品吧。啊，太大了，这个要像颈链呢。早安，早安。这个上面会一直很黑吗？这边没有灯，你有没有带灯？有，有没有带头灯？啊，你不用哦。哦，还是我们趁着跟他上去。好好好，这样我就有勇气了。噔噔噔，你看我又有勇气了，赞美我。他不要等那么久，就不要哪天换你。我不会，因为、哦、那我们哪天来吃鸡佛大餐？下一个地方我们帝王麻辣火锅街猪脑鸡佛，有奖金吗？我给你啊。好，我吃。为了多少钱你愿意吃？一万块。一万块，我揍你！这一集我们排完 ，Google 给我们的分润都不到一万块。你看我手上，啊、哦，靠背很多、哦，你要全责？对啊。全部倒出来了！欸、我你刚刚那么久，害我看不到鱼肚白。我要制裁你，你看好，看好了，你不能靠近我，要远一点。我才是爸妈最爱的小朋友，看、欸，好爽啊，好好啊！你看，好亮，好亮哦！我靠，哇，亮到有光晕呢！我等下去买，我就花300块买两盒、啊，你很高呗？你以为我没钱、啊？我们要来办一个那个霓虹跑山社，那一开始起跑的时候，大家就要折，然后开始跑，然后还要交思量之前也一定要跑完。对，每周三晚上都在剑南山，你不要骗大家，晚上9点根本就不会有口碑的粉丝，要自己带着自己的荧光棒一起来，会不会有人检举我们呼麻？嘲笑的说。我们抽的是快乐，就是熬夜熬到早上会有一个 bonus 期，嗯哼， bonus 期就是会清醒，大概到10点之后你就会开始咚。那差不多啦，我们也爬完了，等下回去睡一下再起来工作。好 ，OK， 那你不就是跟阿嬷一样吗？就是你晚上睡不着，跑来爬山。对啊，天黑。好宁静哦，很像宫崎骏的电影。对，哎，你知道这边还有神社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就圆山水神社的遗址。哦，好酷哦。可能已经废掉了。哦。我是没有到那边过啦，我只有到那边的健身房过，露天健身房。什么意思？小时候我妈带我有经过。啊，那器材不会生锈？有些可能生锈，所以你最好戴手套，不然会破伤风。我今天有在拉力带，我特别要展现一下给你看。所以那个健身房是你小时候第一个摸的健身器材？抓桌啊！那这样算是 C 罗踢的第一颗足球？是还是牛顿被砸的第一颗？还是卡廷诺叛逃的第一个员工？是我。这是荧光路跑的休息站，对，这发水站，然后水还是要楼下喝众排队，对，然后不喝水的人奖励一根荧光棒。下礼拜三，好啊，剑南山7点，好，约好了，不见不散。入场报名费600，填表单，太贵了吧？然后只有一根荧光棒，如果不喝水有2根，但是我们发的水还是下面喝众排装的免费水。我们用2根荧光棒换一个壮士帮我们当身上，到底谁稀罕那2根荧光棒啊？稀罕的打稀罕，到底是我们太累，还是我们真的变好笑了？我不觉得，只是咖啡喝太多了。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刚刚的表现我给70分，真的吗？可以
以陪我在那边折荧光棒很棒。但是刚讲那个厕所的鬼故事，我倒扣30。哎，我那在耍幽默。哪里幽默？这边没厕所，你不要靠腰。这边要哪里有洞，把手穿出来问你红色还是蓝色？你的屁搞了，你从屁眼跑出来，气死我！看到台北了，我们就在台北。但这是你俯瞰全部台北，但看不太到，我们可能还要再上去一点点。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这树好性感哦。怎么样性感？你告诉我，你看这边大光一下，对，感觉很紧哎。这棵树就是我们路跑的第一个景点。那它的关卡是什么？要这样摸。怎么样？要判定那棵树开心？它开心了，它开心了。哎，是不是可以创建景点呢、啊？新增遗漏的地点，一棵性感美树，拿了好多荧光棒，要染红茶，要新增性感屁树，对啊，不然。这边有一个休息区哎，对啊，它很多地方都有哦，好酷哦！啊，那边还有个呼啦圈呢，我靠，那不知道 Hiki 了没有？哎，我以前很会摇哎，我才会嘞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厉害哦！你真的可以去 Hooters 哎，得得得得得得得，不然我给你运镜，得得得得得得得。哇，好痒，好痒，好痒！好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关卡，仰卧机没有做10个，不能继续走。哎、欸，你的启蒙力很哈扣哎。好了，10个才可以往下爬。哎、欸，等下你的脸上有什么？你的脸上有一个毛毛虫。等下，透明。你敢问我？气氛哦，可以分你几根，可是我怕你下山就不练了。好啊，你可以挑很多颜色，我觉得这个最漂亮。来一个，好，谢谢。不会，那两个，两个，哎、欸，还是你要套成一个环？哎，我们这边买荧光棒会不会有市场？会，一根一根10。不用啦，怎么可能啦？我们在开玩笑啦。我们要，哎、欸，那做那个真的有那么累吗？有，是很累啊，你自己做做看。把手抱胸。对啊，我们4点爬的。你做几个？我做7个，那15。我们吗？我们有睡一下下，然后我们2点半起床，然后3点来这里，4点爬山。哦。好，25下哦。而且中间不能超过3秒钟。真的假的？屁啦屁啦！你在做？你在做7个哎？第一次来了。没有，我来3次。他地头蛇哎、欸！你从圆山爬上来哦、喔。天天来啊！你从圆山天天来、啊。7、8点就可以唱歌了。7、8点可以唱歌？后天吗？有对对。他有流行歌吗？有隐形的翅膀吗？我不知道。我那边有一个北眼，听起来很漂亮啊，很矮哦。去看贡丸豆腐。贡丸和豆腐。北翼，北翼，啊，贡丸豆腐跟贡丸。啊，那个叫做豆腐跟贡丸。你在那边看，上看一下，很漂亮。好，我看那个那边看起来很好看呢。心情好好哦，很漂亮哎。我们已经错过了，我们应该是在下面折荧光棒那个时候才是。啊，全都是蜘蛛丝，我被咬死。好，下一站 ，Let's go。大哥有做超过25下吗？一定有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是第一名。你是第三。你在这边磕啊，用力磕白鞋。我不敢。哈哈。如果是平的，我一定赢你。我弄那个腰很痛，那代表你的下腹这里比我厉害。哪里？这里，你的子宫之类的。我的子宫有很棒的城墙。你的那个输卵管是这样分开。
到时候家长就说我的女儿看你的，所以一直吵我要练输软管。以上言论没有代表任何卫教。好可悲，永远都只能走上坡。虽然下了一点，但还会再上去。对，还会再上去，再上不去就生个小孩，跟蔡雅刚一样。中山北路哎，我看到牌子。对，就是那要从那边。三角点在170公尺不到，这感觉是往天堂的感觉，是往地狱。这边比较绕啦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都已经来了。早安。请问健身房是往这边走吗？是这边吗？对，好，谢谢。是这边吗？我怎么感觉你真的以前跟你妈走过这里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这边很像山猪在走。对。哎，贡丸平台啊，不是啊，你的健身房嘞？他哪有写贡丸平台？这边。哦，贡丸，好呗。我以为是上面写。对啊。还行吗？可以可以。我们不会爬剑潭山还要分上下集吧？不会啦，也太逊了吧。那我们这边要做一个效果当预告，用一个在哭的封面。从这里好，哇，大姐人好好，三道。所以可以把帽牌都换掉了。我刚走对了，假金鱼脑又假三道，好漂亮啊！哇，你们等一下也要去健身房。我们还会来，这是我们拍的。我大桥，也是近台湾人均100万订阅，然后那边是我们拍那个新游客点的，这是也算办公室吧？摄影棚，对，摄影棚。你看这边好扯哦，它钉进瑜伽裤里面，好多哦。本文一厂商要赞助一下我，哦，我们真的需要。我需要接业配，我超容易被钉。科普纹身，他们那个针到底有多长？连袜子都能穿透哎！比你的脚还长，比你的脚还长，好肥哦！哎，下雨了，没错啊！幸好我带拉力带，这样我就可以止滑。我以为你会带雨伞，你居然是拉力带，你要在雨中，我真的不想拍。哇，到了！我靠！哎，上面没软垫呢。20公斤哎，20公斤这个杠子要多重？这也太不舒服了吧？对啊，这个不能，大家小心哦。对，真的很重。啊，这些壶铃真的就摆在路边哦，然后杠片，这个很猛哎。这应该就是肩膀的那种。你要做几下？我在这边等你做完一组吗？不用不用，我示范。我也给大家看看你的背肌。背肌的背肌，我今天没有放开到很多背肌，已经够了啦！你这边都是肌肉哎，超恐怖，愿意变斗牛犬了。都没有健身房找我们业配。是啊，我很想当健身房代言人。对啊，你应该可以吧？我不行，但是还是找女生哎，为什么都找 Pita 或 Guy？ 你看他全身都湿了，可以找吗？我很热，我很脏。他再表现一个硬举，说不定就有了。好啊。这是什么完美的姿势啊！啊，这个呢？这个你可以那个把自己身体拉起来吗？起来，好。背肌不够猛。还要小厨房哎，来这边梳背肌胸肉。楼上很高级，楼上有龙门架，我根本不用用那个残破龙门架。好多呼啦圈哎！能一次咬几个？应该可以5、6个。可是我不想要我的鞋袜子弄脏，真的假的？DJ 公司资产，公司资产，没弄到，没弄到，有弄到了，都已经敲几百圈了。那这个器材很齐全。对啊，还有这个四个面的，真的假的？哦。战神超恐怖，尽量让他波纹甩到最上面。哇，
你也很厉害了啦。你妈很会，蛮会混的。对，我妈，她还是随便捡一个外国人哦。没有啦，就选一下脸。你妈很会，我想要赶快回去把裤子脱掉，然后全身都泡在那个止痒液。我真的好饿，我真的好痒。怎么样？跟小时候的印象？好，因为走不同的路，所以有不同的体悟。哎，我押韵。有没有觉得小时候去觉得很大的地方，小时候现在去都觉得小？对，至善园。对，真的，至善园小时候很觉得好大好大，那鱼都逛不完。美术馆其实也是。哦，对。哇，终于要下山了。哎，你的手为什么在碰着你的屁股？应该很好摸。哦靠，我以为很酸。你自己会摸自己的屁股？啊、好恶心。它就软软的。脆脆的、啊，要下山了。早安，这就是这边啦。我从小，我小时候就是都从这边圆山风景区。哎，民国83年做的。哎，那我妈很快就带我来嘞。你们是18年前来的吗？对啊，18年前来的、啊，算新的吧。好口碑，好口碑。我们一样。bonus 期就是会清醒，大概到10点之后，你就会开始咚。那差不多啦，我们也爬完了。哎、欸，那天不是跟你说那个蚊子吗？对，它超级夸张，你看，干嘞，超级夸张。哎、欸，这是淤青哎，对、啊，是你抓太用力吗？没有，不是，它就是什么看明显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夸张，因为它那天肿的包那么大，然后消了之后怎么变成这样？哎、欸，成很夸张哎，被你打超用力，不是我。你不要给我放桌上，你不是要吃皮？因为刚计程车司机把我丢在一个好奇怪的地方，因为好像是往他们是不是？对，往前，他的车上有一个吃完芦笋之后尿尿的味道。我没有闻过，好好。你没有闻过吃完芦笋之后尿尿的味道？我很少吃芦笋，哦，所以几乎你应该吃吃看。